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洪月文，今年10岁，目前就读尔湾中文学校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《河马在这里》。这本书讲了一个有关人类与河马的故事。从前有一只河马住在动物园里，有一天，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来到动物园看河马。河马觉得小男孩很可爱，为了逗他开心，他就把头潜到水里3分钟，然后头露出水面，用鼻子喷水。小男孩觉得很像鲸鱼喷水，很好玩。河马沿着手斜坡走到池外给小男孩看，小男孩觉得河马很大，因为河马是陆地上第二大的动物。小男孩看了河马的模样，说：“好丑，好丑。”河马就讲说：“它其实不是马，而是和猪同类。”小男孩也问爸爸：“河马的老家在哪里？”河马就讲说：“它的老家在非洲地区，那里有很多水塘，很适合河马生存。但是因为人类的影响，河马的居住地区越来越少了，还有猎人会抓小河马来卖给动物园。幸好科学家想出一个三环保护的方法，他们会先把一块地分成三环，最里面那环给河马住，谁也不能进去。中间那环只有研究人员才能进去，最外面那环观光游客可以在那里看河马。”河马听到小男孩跟爸爸说叫他们留大块一点的地给河马住，河马就说：“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希望大家能让我们存活下去。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，因为河马快要绝种了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保护河马。我很喜欢这本书，希望有更多人能阅读它。”